嗨，小伙伴们，今天外面的太阳是真的大，所以今天给大家准备一个户外整活，这个叫倒放挑战。王者荣耀大家都知道吧？我们会挑选其中几名英雄，然后每个英雄不是有一个经典的出场动作吗？然后我来模仿他，但是不一样的是，我是倒着模仿，然后我们再利用软件把它给还原成正方版本。然后现在外面也挺热的，我等会儿就去找个地方给大家模仿，等会儿见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已经到场地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来第一个英雄，我先练习一下啊。第二套全国中学生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，预备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我来给大家试一下啊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好像需要一个道具。我觉得它非常像，真的。好，就是它了，先给大家来表演一下啊。哼，无知是恶。无知是恶。看到没，这两个对比不能说一模一样，但可以说是完全一致。如果满分十分的话，大家打多少分呢？在评论弹幕区给我告诉我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来第二个，然后这是我用到的道具。首先给大家透露一点，这是一个女性角色，然后身材还比较 OK， 很哇塞，大家可以猜猜是谁哦。OK。哎，看一下不知道怎么样啊？我这是在打蚊子吗？我第一次感觉我这么猛。为了王者的形象，连睡觉也穿着铠甲。你们有没有猜出来这个是谁呀？记住啊，这是我演的，肯定就是女性角色了呀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们现在再来第三个英雄。明媚如风，轻盈似箭。That's good。好了啊，压轴的最后一个来了，这个绝对是最妖艳的，因为呢，我以前cos过，所以说对这个角色呀是非常的非常的有经验。那么就直接给大家看吧，来，我们看对比啊。三个字，通通推倒。就这个是他最像，其他的我觉得。三个字，通通推倒。不能说一模一样，只能说毫无相关吧。我感觉是这样，你们打多少分呢？这个压轴的就给自己低一点的分吧，满分十分，我给9.8分吧。好了，那么今天的倒放挑战就到此结束。还想看什么挑战，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哟。看在我这么辛苦的份上，我什么都不想要，真的。我什么都不想要，好吧，下期见，拜拜。最后给大家说一个能白嫖永久皮肤套装的内部专属暗号哦，在游戏活动的公告界面，这里叮叮叮，看视频两周年刷永久套装的活动，先点击领奖，然后按照步骤领取光源，再滑到最下面输入福利码 BB666， 就能获得一只荧光棒，这是我的专属福利码哟，拿这个荧光棒就可以换白嫖永久皮肤了。荧光棒呢，每天都可以领，赶紧去兑换吧！记住了，这可是专属兑换码。拜拜。